每当我抬头仰望月亮，像你脸庞，你温柔就像月光，依然将我拥抱。我们曾欢聚一堂，共度好时光，但爸爸有了新的一个他，竟然将你遗忘。你说的故事里面，嫦娥是我最爱，她失去爱然后已独自飞向天上，她永远等着爱人，爸爸也该这样。若嫦娥真的还守在那里，会想起你。我知道嫦娥就在月亮上，我要怎么才能证明？这一个地下一个天上的，相隔38万公里，我该怎么办？你在召唤我吗？飞向你，是否你能对我感应？你在遥远月亮之上，是否听到我对你歌唱？飞向你，我多想有一双翅膀。飞向你，你在哪里不用怀疑，期待马上就能出发，如何让我尽快到达？如何能飞上月亮？飞上天去证明真爱依旧永恒，飞上天向爸爸证明捍卫家庭的信念。找到路去攀登，是否能超越一切不可能？亲手去建造它，也许能心有因为我想飞向你，嫦娥，我正加速前进，飞向你，爸爸，你会回心转意，我们一起找回初心，让我飞向嫦娥的羽翼。